今年多大了？63。啊，不，他妈63。我妈63。你呢？我36。瞎蒙了。没错吧？这岁数。36。长得有点透支了，着急。你是干什么工作的？我那个原来涉猎的比较广。哦。最近呢，我就搞科研了。研究什么呀？技术研发、软件设计。是保密单位呀、啊。对，不能多说，保密，得保密。这个，我们上级领导特意安排嘱咐，说这不能跟别人说，保密。你哪儿毕业的呀？我对这个校门啊要求的比较严格，因为我考试那会儿啊，就很多校门向我敞开，后来我挑了一个最宽的。这个学校呢，坐落在山东，最宽，挖掘机呀、啊，没啥题，是不是野外的？你咋知道呢？看这样笑，我挂了一个挖掘机，后来我就后悔了，我一上那挖掘机上啊，我就发现我个小，根本就看不见底呀、啊，然后呢，我就呱呱的瞎抠啊，那瞎抠，就把那好墙都让我抠倒了。那个，你爸妈都白吗？阿姨问的题都冷门啊，还是阿姨你是不是过去高考的题都你出的？关于这个问题呢，他视频前的你如果在男性持久力、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，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79，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，延时20到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增强夫妻性生活，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，做回自信的自己。记住微信358163379。认识的呀？我们俩怎么认识的？对呀、啊。爸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们两个是在印度旅游的时候邂逅。哎呀，我让小宝说。不是，这，确定在印度。